大埔山休闲步道啊，散步一下。今天因为女儿也放假，所以就大家一起上山走走。好了，收拾心态，继续往前。旁边这个呢是一个碉堡，这是历史久远的碉堡。好了，继续往上前进。走的是普通的步道，继续向前喽。Hello， 这是151高地咖啡厅。山上啊。我们现在就正在它的景观台上面。地方叫地狱一下。看看，你可以找到机场吗？机场在哪里？现在很难找。机场在哪里？这边是海边，应该。对啊。就在附近的。机场应该在你前方吧。哦，看到了。对对对，啊，在那个正前方，我的正前方，很大块空地，那个就是机场的跑道，对，没错。要3年呢，要3年呢，3年搞不好还不行啊！真假的？对，还出不去哦。对，除非你想要冒着出去，然后进不来，要出去。不会啦，明年应该就可以了啦。再不是我们出门的话，那个根本没办法交流哦。交流，对，他就叫你自己跟自己交流交流。哦，那有点难哦。这样子人都忧郁啦。对啊。人都已经忧郁爆炸了。没关系的，你接着大埔山步道。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家三个人是很少见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大埔山，的一个。观心，景观餐厅，歇歇脚，这边呢，刚好是眼眺的是，桃园机场，整个景观上来讲呢，还算好，因为今天太阳没有很大，整个视野上面来讲，因为它在大埔山上，所以感觉上，视野是还蛮好的，这也是号称桃园人赏夜景的一个好地方。那主要是机场最近就会比较平淡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，新冠以后呢，其实很多的机场现在其实就已经只剩下客机了，所以起降就没有那么欢呼。有机会的话呢，也不妨来这边，看看飞机，应该也是不错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这边等飞机吧。Hello， 你有看到飞机来了吗？我先给你放大一下喽。这是在景观餐厅可以欣赏到的飞机。那当然没有很明显，但是呢，好玩了，看看。因为现在你要看到飞机是还蛮难的，因为现在呢，已经载客的飞机比较少，所以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坐飞机啊？华航的啦，这华航的，我看到了。现在还有人敢坐飞机吗？现在只能看飞机，不能坐飞机哦。对啊。我好想坐飞机哦。而且你坐了就要被隔离啦。华航的。好了。
这是我一个小时里面看到的第四架飞机。那我也要离开了，那今天只是顺道来拍一下飞机，也让大家知道，航空城其实也蛮寂寞的。